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陈直播间。不在这儿，咱们都是新同学嘛，对吧？杨大哥，我们客人来了。哎呦，小大哥，欢迎欢迎，你好你好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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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多谢晒多谢晒。我以前呢也是在浙江那边做电商嘛，嗯嗯，我也是响应我们政府的一个号召，那时候有个叫做第六产业人才引进计划嘛，就办了个班儿。办了一个班，对，就教他们怎么做这个直播带货，所以是典型的人才回流。别耽误你们直播，你们接着来，接着来。新进入的家人们，这个沙老师在这里，我们这个优惠买一送一。你不用紧张，你紧张咩咧？你放松放松。如果在这个时候比较紧张怎么办？这个只要自己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别人。好，讲得好。太对了，太好了，已经掌握到精髓了。你可以，你出师了，你已经。我给你出个主意啊，你这个镜头啊，现在再稍微转一点点。哎呦，太好了，有杨老师，有后面的鹤江，把后面的江水。对，大家看啊，我们的米就种在江边，我们这个背景，对，后面就是。你说我们的背景是假的，给我个桶。你说的背景是假的 ，P 的，没有，真的，没有，真的，真的，这是真的鹤江，我们叫它鹤江江边用的这个江水种出来的这个米，你看多棒。吴大哥，还得请您给我们引荐下一位新农人。哎，他就是啊，我们引荐就是啊，对对对。好，你们继续直播，继续直播。去你们田里面。感谢，非常感谢。再见。好，再见。